儿童专用感冒药三九小儿感冒药提醒您，精彩即将开始。起了，说是要刷套卷子再去上学。五点就起来刷题啊？哎，不是嘛，这人怎么比一中的还不大呀？田文文，你怎么说我儿子呢？我错了，阿姨。周博文是我的榜样，周博文同学这么优秀，我应该向他学习。一天就睡五六个小时，身体都不要了，你还向他学习？你得说他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阿姨，我最擅长劝人了。那我去外面等他。好，博文啊，快点下来啊，文文到了，等你呢。来，包子，来，包子。周博文，你能不能快点？我更怕被噎死。都要迟到了，你吃不了你就扔了。不能浪费粮食，谁说我坑的？快快快，包给我，包给我，我迟到了。来，将军，啊，头盔。哦。中午吃点好的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老周，天文文，你们俩怎么又晚了呀？你问周大爷。问我干什么？都几点了，快迟到了，还不赶紧跑啊！哎，老周，你怎么说跑就跑啊？惊若处子，动若脱兔。等等我。站住！校长好。校长好。校长好。能告诉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晚了？啊？你们是毕业班，为什么要迟到？那个，你先不要讲吴家军，周博文，你来讲。我早上做题没控制好时间，他们两个是在等我。嗯。去我办公室，有高三新到的练习册，你们给取回去吧。见到李老师就说我让你们来取的。谢谢校长。谢谢校长。谢谢校长。来吧。李老师早。史校长让我们办的练习册。对。发下去吧。老史这人大气。
走了走了，哎，五哥，啊，加一进去再四十。来，师傅，快点，师傅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四中的一中馆的严吧？渣子，嗨，这住校跟走读肯定不一样，这城里可都差不多了。来，师傅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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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看了不看了走了走了。我在部队那会儿遇上重大演习才有这气势。 家长，你们好！我希望你们要想明白，有什么比你们的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情？以前你们可以忙工作，以各种理由来躲避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目标要一致了。 那就是200天后的6月7号，迎战高考的号角已经吹响了。这届的高考是非常非常的激烈，所有高考的战士们。 老周，你看，画的是不是很好？我看，你要成为谁的男人？别闹了，这个地方写的是梦想，不是人民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说说这个地方是填漫画，还是原画？哎，但是那个动画导演也很不错的。你可以慢慢选，不着急，反正个个都是王，哪个都挺强。 这2节课考试啊，老师，下节课是体育课。体育老师生病请假了。又请假了。来来来，你来的最大声，来把卷子发下去。我觉得我们四中越来越像一中。 毕竟高三嘛，哪儿都一样，起码咱们不用5点半起来背书，是不是？知足啊你！
blank blank b o s k blank head d miss miss m i s s。校长。校长好。校长好。校长好。你起来。起来。车呢？什么车啊？我问你车呢？车呢？拿出来。都高三的学生了，马上要高考了，自己不学习还影响其他人，在院子里开车，你想上天呢？天我是上不了，买不起飞机。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，我看你爸怎么说。您打呗。喂，大老王，怎么了？你还管不管你儿子？再不管就上天了。不能，我买不起飞机。王院长，看在咱们同学多年的份上，你帮我管我孩子行？喂，知道了，把他抬出去。没收了啊，我明天就寄给你爸。我叫你爸看一看，他的儿子一天到晚在学校干什么。老高，是不是你告的密？没事儿，明儿再买一个，一块玩啊。妈，哎，怎么一个人爬上爬下的？没人帮你搞吗？哎呀，我行，没问题。来，你把钳子给我儿子。我爸呢？他忙着呢。忙着打游戏呢吧？你赶紧进去学习去。我等会儿你吧。不用，就是有点松了，我把它捏一下就好了。赶紧进去。那你千万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。DPS 不要只顾着在这边输出，躲技能。老柴火柴火，哪个能给你回血啊？你不看东西的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你等着我。你干什么呀？来，我掉线了，我再上来。啊？哦，行行行，再来再来再来。搬家了，啊？
喂，妈。文文，你在干嘛呢？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？喂，文文，你怎么了？说话呀。没事儿，我刚到家。在老屋还是新屋呀？老房呢。哎呀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妈的话呢？我跟你说了，老屋多冷啊，你去新屋吧，新屋那儿有暖气，待着舒服。不冷，习惯了。我在和你姐通电话呢。我要叫韩立，能不能救我？我现在请问，叫韩立了。我爸跟我妹玩呢。吵死了！没事，咱俩说咱俩的。你们元旦回来吗？妈给你打电话，正想说这事儿呢。我跟你爸呀，突然又接了一个订单，对方要的特着急，说是元旦前后必须得把货送到。估计是回不去了。我跟你爸保证。过年一定回去陪你，好不好？有什么单子我们都不接了，好不好？你等会儿啊，我那个你爸要跟你说几句。没事儿，反正你们早回来，我也是学习。啊，文文，这复习怎么样？还那样。爸跟你说啊，这高三啊是人生最关键的时候，你得加油努力啊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，好吧？爸爸妈妈虽然这个远在武汉，但是呢是你坚强的后盾啊。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想买什么，你就大胆的花钱啊！咱家有的是钱，好吧？得了吧你，自己一天天抠抠缩缩的，可真行。你说吧，文文。那我挂了，爸妈，我得去学习了。行，文文加油啊！啊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，你在那儿照顾好自己，爸妈都想你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宝贝，啊，你能不能敲个门再进来啊？我在自己家敲什么门呢？来，把这吃了。做什么呢？做英语呢。怎么了？手拿开，拿开。我说你那么紧张呢，还让我敲门，藏这个呢，是不是？整天瞎话什么呀？不好好学习。哎，不，妈妈妈，妈，你看吧，你看我这画的是谁？谁呀？画的是我呀。你要砍谁呀？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幅画我准备把它贴在这里，激励我自己学习。你看没有？这里写的是梦想。为什么空着呀？我还没想好。干嘛呀？妈帮你。不是，哎，妈，你这不回我话吗？我自己。多好，贴上吧，啊。好好的，别乱画了啊。妈，你这是病句啊。怎么会是病句呢？你们年轻人不都这么说话吗？Contribute. 高明宇，高明宇，上课了，回教室，快！校长，好，哎，上课了，上课了啊！哎，小心！校长好，校长好，哎，校长好，您好，校长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小心台阶啊！哎，好好，我又不批评你，你紧张什么？没紧张。
后边是什么？拿出来我看看。哦，光吃馒头啊？学校不发牛奶吗？我喝牛奶拉肚子。哦，拉肚子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这一次月考不错啊，但是我觉得你还有上升的空间，好好加加油，再往上上一上。啊，寝室住怎么样？跟同学的关系还行？有没有人打扰你学习啊？没有，真没有。谢谢校长。上课去。下回吃馒头喝点水，别噎着。哎，谢谢校长。哎，少爷，我现在去食堂，你来找我一下啊。说我该怎么办啊，于阿姨？哎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你把家里的备用钥匙给我，然后你照常上学，剩下的事交给我。我当然信得过你了，我可是你看着长大的，比我亲阿姨还亲，这嘴甜的。那就麻烦你了，于阿姨，好好上学，别瞎想啊。嗯，谢谢阿姨。那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哥，你总算来了。你这怎么了？问你老婆。你打的？我关门，他撞门上了。你这些小，我怎么可能打？哎，哥，这都不重要。把你叫来，就是让你好好劝劝董经理，以后有话慢慢说，别动不动就辞职。好，好，我这又留了。我去洗洗，这交给你了。盯着。哎。是，这是我一言管手下，他就做好人和稀泥。你说这管理上不去啊？管不好我还做什么呀？我还不如辞职呢。那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呐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打过人。有完没完了你？你多少给人留点面子。我就这样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在这儿最多就干到春节，春节之后我就辞职了，回家照顾家俊去。除了儿子，谁也不伺候，谁也不伺候。哎呀，华哥，消消气儿啊！你可不敢辞职回家看儿子，就你这脾气，你再把咱儿子逼出个什么毛病还得了？啊，这话怎么那么不爱听呢？哎，行，你还说上话？你管过儿子一天学习吗？我可严肃告诉你啊，儿子高考前这段时间，你有多远跑多远，让我跟儿子在家里好好备考，千万别在家里待着，要不然你去你妈那儿住那儿都行。或者你去什么边远山区支个边什么的，给儿子做个榜样，好吗？听见了吗？说谁谁信啊？啊，我这劳模孝子是让你这个老婆给逼出来的。你给我少废话，记住了啊。走了，啊，拜拜。哦，王小柱，明天是周末，他怎么作业不对一下就走啊？不知道。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
下人了，哎，就算了，算了吧，算了啊。妈，我们走着走。哎，走走走，别老议论了啊。那我回去吧。回去回去，你就下软了。喂喂，害怕了吧？多亏有你啊，于阿姨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人抓走了就没事了啊，别害怕。我一会儿就给你爸妈打电话。别，能别告诉他们吗？那怎么行？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不跟他们说呢？怕他们担心。 他们不该担心吗？这么大一姑娘，放你一个人在家住，怎么想的？他们也是没有办法。求你了，于阿姨，别告诉他们了。这孩子，你就是懂事过头了。行行行，放心吧啊，赶快睡觉去。谢谢你们，多亏你们了，应该的。别害怕了啊，嗯，走吧走，把门锁好了。好，拜拜。 谁呀？啊，弟妹在家。老善来了。啊，老善来了。哎，老弟，就差你一个。怎么的吧？你给我发微信就好了，跑来趟干嘛？哎，发了，你没回呀？他戴耳机。哦，打游戏没看。哦，发了。老婆，你帮我把外套给。怎么样？多大了？妈。哦，伯还没睡呢。 这两天腰有些疼，坐不住啊，不然找老陈他们吧。我歇一天，歇一天。那行，我去找其他人。好。慢走啊，老善。哎。常来啊。妈 ，APP 给你下好了啊。哦，好了。早点休息。你们俩都早点休息。 好，你也早点休息。老婆，你能不能管管周伯文？什么？你管管周伯文。管他什么？管他管我呀。他什么时候管你了？他不让我打麻将。我没听到他说话。他跟我说话，你他昨天那个眼神凶巴巴的，都快吓人了。老善都被他给吓跑了。还有那天回来，啪回来就给我关机，害得我连 boss 都没有蹭到。这么过分啊？我不讲。 这个主播文，我一会儿去说他。真是的，他凭什么管你？对不对？他是儿子，你是爸爸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你打打游戏啊，打打麻将啊，玩玩牌啊，这都是对的。不管家不干活也是对的。早上不起，晚上不睡也是对的。他为什么要管你？对不对？ 明天开始，你每天到店里帮我干半天活，
剩下半天你随便打麻将还是打游戏，我保证他说不出半个字来。哎呦，看你讲的没这么严重，我也不是非要去打麻将的，我就在家玩玩游戏陪陪你，不好吗？这个蛮好。那我要不要去说他？下次吧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睡觉了，睡觉了，明天早上早起的啊。你也早点睡啊。好好好。喂，妈。喂，文文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有没有伤着哪儿啊？于阿姨还是跟你说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能瞒着我们呢？啊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跟你们说了又能怎么样啊？难道你们还能回来吗？不是，对不起，但是现在马上就年根了，真的走不开。如果能走得开，我跟你爸一定马上就回去。我就随口一说，我知道你们忙，我没事儿嘛。妈，我正在做题呢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怎么了？川哥感染了。川哥，你带去宿舍那个？嗯，我也是刚知道的。他不是在大医院吗？不说这个了，咱俩先去趟药房买口罩、消毒液，有可能用得上。好，我给我爸打个电话。嗯。喂，爸爸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出来干嘛？那很严重啊！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去找一下秦局长。嗯，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不提你，我就说在网上看见，啊，嗯，好，好，啊，先这样，先这样，啊，嗯，好。你说说吧，喝茶啊，你准备怎么办，老师啊？您容我说一句啊，现在这信息时代，什么能捂得住啊？更何况几道试题，几道题啊，九科十八套卷子，一千多道题，这是我们学校高三年级组所有老师的劳动成果。是是是，你们的题好，学生又不累，还出成绩，这大家都知道。不然我不会让秦思瑶去上四中。哎，我还没跟您说过吧？思瑶啊，自从上了高三以后，哎呀，那整个跟变了人一样。他现在要跟我打岔没啊啊！我到你这来不是来跟你聊家常的。四中不比一中，我们不搞军事化管理，为什么成绩都差不多？因为我们把心思都放在了提高效率上。是是是，为学生量身定做考题，这倒好。全都放到网上去了，啊！一中有，其他的学校都有。不该查查吗？怎么查呀？我是教育局长，又不是公安局长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把王稳住、刘新能都叫过来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吧？哎呀，您看您说的这俩人，一个是您女婿，一个是您老部下。秦局长，您不是用板子？不要说这个。哎呀，秦局长。哎呦，王本忠同志，哎呦，你来的正好啊，自己装上了啊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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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爸，王校长，在工作场合要称工作称谓啊。是是是是是，史校长，
秦局长，你们都知道了吧？我说王校长啊，以前我还真没有看出来，啊，还有点当特务的潜质嘞。特务？什么意思？装啊！你是不是偷了人家四中的月考题了？有没有？偷题啊？哎呀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！我找你们来啊，是有事儿商量，有重要的事儿商量。我觉得啊，这毕竟是小道消息，咱们还是以官方信息为准吧。哎，是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这心里边不踏实啊。你说咱们一个学校，牵扯了多少老师、多少学生、多少个家庭，要有一个家庭出现问题，那咱们就完蛋了。你还记得2003年非典吗？2003年。爸，哎，爸，对不起啊，刚才一着急就说了2003年，你肯定心里不太舒服。小云都走了17年了，倩倩都参加工作了，看你这样子。仪式过去了，可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哎，我过不去。妈，其实我也过不去，啊，我现在经常在梦里，还能梦到她，我很想她。别每天只知道工作，啊，多关心关心倩倩。你记着，你跟我一样，就这么一个女儿。外公，怎么又来了？你值夜班，不能一直空腹。我减肥呢。是身体重要还是好看重要？当护士的还不明白这个。外婆给你煲的汤，不少喝点啊，胃里头舒服。行，谢谢外公。你爸最近是在家住还是在学校住？在学校住呗。他不老说吗？嗯，一中才是他的家。这个王本忠，当个一中校长，看把他给牛的，连家都不回了。现在，没睡啊？做题。我女儿就是有出息。学你。最近复习的怎么样？还行。你别老两个字儿两个字儿的回答我啊！都高三了，词汇量怎么这么少啊？爸，你跟我说实话啊。你从心里是怎么看高考的？啊，高考。哎，别用你开会说的词啊。爸爸用两句诗回答你：人生能有几回搏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这两句是矛盾的吧？不矛盾。爸爸就是希望你做一个幸福的人。那什么是幸福啊？不遗憾，不执迷。
个病呢，能控制住是最好的。如果不行，就像王校长说的，我们得有预案。多么自由而奔放，放飞你的心，勇敢大声唱。